Hello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。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做的是跟我一起在淘宝购买产品。这个呢，是我第一次自己在淘宝购买产品。通常呢，我都会跟朋友 share， 因为运送会比这的便宜。所以这次呢，我要跟大家一起在淘宝 app 购买产品。我这里呢有清单的我要购买的，所以 let's go。 首先呢，我想买两件 T 恤，所以呢我就会打印 T 恤。所以呢这边有不同类似的 T 恤，我觉得这个不错耶，它的设计还蛮好看的，因为很暖，所以呢我觉得好看。Yeah， 所以它有黑色的，也有白色的。这个呢我会买一件，我会买黑色的，所以它价格呢是4.86块新币。另外一个呢，通常我 shopping 的时候还蛮快的，就是看到了就买了，如果没有看到喜欢的，我就会立刻的做掉，也不会在那边蛮久的。所以呢，另外一个我也没有想寻找的颜色。另外一个呢，我可能会选这个吧，不大不。我会拿这个。我也不懂为什么我会选这个 T 恤，就觉得还蛮好看的，就想买了。也没有这个 T 恤也没有很大件，所以我还蛮喜欢的。所以呢，我就会想要黑色吧。通常我的家里的衣服都是，大多数都是黑色。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。你们喜欢大件的衣服吗？对我来说，我不喜欢大件的，很大件的衣服，我觉得显得我很胖，所以通常我都会选比较小件的，符合我的体型的 T 恤。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哎，它的图案还蛮好看的。就拿这个了。OK。下一个我想买的是上衣，通常呢它的 homepage 都会出现蛮好看的衣服。这些还蛮好看的。
我蛮喜欢这件的，黄色，有一点韩国的风格 ，checkers。明年我可能会，去旅行，所以我想买旅行，包，所以我就会。所以这个 travel storage bag 就可以，装我的衣服比较整齐，所以我想买一个来使用，所以我应该会买这个吧。这个里面有六个包包，可以装你的，衣服啊、鞋子啊等等的。这个呢？六套才3块多，所以我还觉得，在价格方面还不错。我会选粉红色吧，就加进去。另外一个呢，我想买的是旅行的保养品的那些罐子，小罐子，所以。这个还不错的耶，才3块1.8毛。它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个小罐子，可以让你装你的护肤品，所以还觉得，在价格方面还不错。所以呢，如果你想买，这些小罐子可以到这里买，我觉得它的价格超值得的，因为它的两个小瓶罐可以装你的moisturizer， 所以还可以装你的洗头发的 shampoo 这些，所以所以另外一个呢，我就要寻找耳环，因为我现在真的。短发，我想要一些耳环都配搭我的，你想，所以我会 type earrings。所以呢，这边有不同的款式的耳环都可以选，有长的，有短的。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，就是。脸型的耳环，所以呢，我会要选择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这个，它嘴唇是一个形的形状。另外一个呢，我就会购买这个，我觉得超划算的，因为它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，有13对的耳环让你挑选，你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啊，不同的天穿不同的耳环，配搭你的整体的外形，所以觉得还不错哎。所以这个呢？我会选择，我会选择白金，因为我觉得金色太不喜欢太金的颜色，应该会选这个吧。下一个呢，我想寻找的是 office lipo， 所以我已经打进 office lipo 了，现在已经浮现
不同的 slipper。我觉得这个还蛮可爱的耶，这个鸭子 的图案，哇，还有粉红色的，所以呢，我就买这个吧。下一个呢，我想寻找的是，手表，一个复古的小的手表，因为我的手这里的宽度没有这么的大，所以我通常都喜欢戴比较小镜片的的手表，所以呢，我已经加入在购物车里面了，所以是这个，它才新币7块多，它的是一个，它里面的框是一个青色和 gold color 的。我还觉得还蛮好看的，也蛮容易配合不同的衣服啊，所以我会买这个。所以呢，现在我在购物车，我要购买这些产品了，所以我就 tick tick 这些我要的东西。好了，等我就按结账。所以还有海运的，也有空运的。所以空运的呢，会来的比较快，因为我不需要。OK， 因为我需要，所以我应该会选择空运的。所以呢，我花了39.5块，还不还要加运送费，所以这个不是你的 final 的价钱。这里呢就会浮现要付账的 debit card， 所以你就 key 你的信用卡的卡号等等的。这个短片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下一个影片呢，我可能会跟大家分享我在淘宝购买的产品，它的质感好不好啊？值不值得你购买这些产品？所以就到这里，拜拜。